欢迎一起来参加我们美丽系的一年一度的猜谜盛会。今年的任务是要让小蟋蟀顺利的长大，所以要请你完成这几道题目的问答，找出每题题目的正确答案，帮助小蟋蟀顺利茁壮长大哦。台湾一个星期可以制造的12寸 IC 晶圆片叠起来有多高呢？倒数十秒开始 ，Go！ 耶，答对了！台湾一个星期可以生产的12寸晶圆叠起来大约是一座101大楼高哦。台湾一年制造的12寸 IC 晶圆排在一起有多长呢？倒数十秒计时，开始。答对了，若把台湾一年生产的12寸晶圆全部排在一起，大约可以绕台湾海岸线两圈哦。台湾的半导体公司很重视环保，你知道新建的晶圆厂回收用水的比例有多高吗？倒数10秒计时，开始。答对了，晶圆厂的用水最少要达 85% 的回收率哦。而且啊，早在2000年的时候，我们新竹地区的晶圆厂一年就可以省下两座宝山水库的蓄水量哦。IC 晶圆厂的生产线的上班时间和一般工厂是不同的，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？倒数10秒计时，开始。答对了，通常一般工厂的生产线分早班跟夜班两个班，没有大夜班，但是在晶圆厂大多采用四班两轮制，他们连续两天每天上班1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连放两天假，这种轮班方式是联华电子首创的哦。猜猜看，台湾的哪种晶圆厂数量居全世界之冠呢？倒数10秒计时，开始。答对了，其实台湾的12寸晶圆厂是全世界最多的。根据2007年征询的统计，全球共有47座12寸晶圆厂，但台湾就有11座哦。其中历经有3座，台积电、茂德、华亚等公司各2座，而联华与华邦则各1座。猜猜看，全世界前2家专业晶圆代工公司是哪2间公司？倒数10秒计时，开始。很棒，答对咯。根据 DigiTimes Research 的统计资料，2009年全球前10大晶圆代工厂商排名中，台积电与联电分别拿下第一名与第二名。猜猜看，台湾的笔记型电脑到底有多厉害？倒数10秒计时，开始。真可惜，猜错了。你知道吗？2009年，全球任何一家资讯用品店陈列的笔记型电脑，每5台中有4台以上是台湾业者接单生产的。他们或许不在台湾生产，也许不是台湾的厂牌，但可都是正港台湾技术制造的哦。猜猜看，全世界最大的委外 IC 封装业者是哪一家呢？倒数10秒计时，开始。答对咯。2003年，台湾的日月光半导体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 IC 封装公司咯。好可惜，没有猜对所有的谜题，不过不要灰心哦，你可以再回去试一次，这样还是有机会把小蟋蟀带回家哦。而且你也可以对我们这个美丽系岛有更深层的印象。刚刚那一趟认识系岛历史的旅程真的很充实呢。原来现在系岛上看到所有东西都是前人努力智慧的结晶啊。更了不起的是还向全世界展现了那么多傲人的成绩单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